到摩西分海，已经分了，旁边是沙滩，对面是什么岛，然后中间这个步道原本是洪水盖住，现在退潮就变摩西分海这样，现在来走。礁石，然后有一些水。走路。啊？路啊，我就把它路的走过去，走回来啊。走过去五分钟吧。好。我刚刚看有水的地方，还有小虾小蟹。它就正常啊，这都是老底下。它可能来不及躲掉。他不知道要躲那么远，他们有一点点水，所以这样像这种里面一定有。有。可是再来它就干掉了，它不就跟着干掉了？不会那么快干掉啊。问题是两小时后又淹起来了。淹起来的时候它又还可以撑到。对啊。不会那么快干掉。这个是海，这个土是红的，然后沙子是金的。要行吗？我这边有风车，一定有的。哪里有摩西？哦。咖啡厅啊，摩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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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。去走。有风吗？摸什么啊？这个帮我拍一张比较平整，一个拍照。大处有人在中间拍照，走一半了。哇，全部张开这么大片啊，微微小小条而已。远看小小的，下来看就发现其实挺大。嗯。跟那一天我们走的那个海岸边的那个不能比。不是，是说我们那个水涨上来就会滑的那一条。
对，你在找找东西。啥意思？啊？那个地层，红土的地层。旁边都是红土的地层，那这个石头不知道怎么出现。有听到战斗机起飞。看到战斗机，那先走，先走。有没有一定要走到最上面的？至少要接到那边啊。到的，这个是什么岛呢？这一颗公告禁止攀爬到，这叫赤鱼。